当 iPhone 15问世。Titanium is incredibly strong and durable, ye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much lighter, making these our lightest Pro models ever. You'll feel it as soon as you pick it up. 那整个拿起来，我体感觉得至少轻了20到30克。觉得这是所有的手机，你再也不会发炎。此时我的 iPhone 14。疯掉 iPhone 15 Pro Max 史上最轻也最贵，等于夏威夷豪华经济舱来回机票。I hope we didn't keep you waiting。是苹果够屌，请来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奥塔维亚·史班森演大地之母，只为彰显自家企业有乖乖做环保。So who wants to disappoint me first？无论多少人酸 iPhone 千篇一律，每年大喊失望，台湾时间9月13号凌晨的苹果新产品发表会还是盛况空前。各位，我们在会场里面了，哇，很激动哎，看了那么多年第一次进到这里。哎，台湾不少网红被请去美国旧金山苹果总部与会，九妹当之无愧。喂喂喂 ，Jessie， 我在发表会现场啊。iPhone 15 Pro， 当然也少不了开朗三八的茉莉。We're from Taiwan。然后也少不了集邮行程，提姆库克深受台湾网红爱戴，成为人形立牌。Okay, 综合各家第一手看法 ，iPhone 15的强项有六点。第一点，照相很强，可以事后再变焦追焦。第二点，新色很美，这一个粉红色真的是有够美，粉色也很美。它这边是雾面，哎，也很轻，也变轻了。我觉得这是所有的手机，你再也不会发炎。第三点，机身很轻，因为 Polo 系列用了钛，就是火星探测器使用的那种钛。第四点 ，Polo 很酷，静音开关改成客制化行动按钮。For example, with a simple press, you can start voice memos to quickly record a new idea.Or launch camera to capture that important moment. 第五点，连接很广，苹果终于放弃孤芳自赏的 Lightning 孔，改用 Type C 传输更方便了。至于第六点，午夜看苹果发表会都没睡，整理了重点，让你十秒就可以跟同事还有同学讨论哦。对，第六点，价格很贵 ，iPhone Pro Max 最高规台票58900元呐、啊，因为环保不附插头，加购就破6万了。哎，查了一下，中华航空豪华经济舱直飞夏威夷来回机票刚好58900。中华汽车出的电动摩托车问世时也卖58900。啊，不用吵了啦，大爷您就买下去，反正有预感明年 iPhone 16问世时，您的 iPhone 15也差不多水逆了。三立娱乐新闻报道。